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，我是一个古典舞主播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，感谢随心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然后你们可以帮忙一起给你们先发个福袋哦，大家可以加入一下咱们的粉丝团，可以进进咱们的粉丝群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我站在梧桐树下，我是不是要连一下那个唐僧，还有金姐姐我还没连。家人们嘿，欢迎男子汉。连我看看金姐姐这会儿忙不忙哟？是谁在独自承受？怎奈何蓦然回首，你皱起眉头。怎叹那山有木兮，那木有枝，心与君兮而君不知。姐姐不在。金姐姐这会儿好像不在，但是唐僧在，玉帝哥哥在，我们连玉帝哥哥吗？咱们连玉帝哥哥不？欢迎清风明月，怎么样？玉帝哥哥呢？今天这会儿可能在 PK。玉帝哥哥呢？欢迎白茶。厉害的人们，家人们，咱们去捉唐僧。家人们。我们一起去捉唐僧，怎么样？可不可以？谢谢。好来好往。哇哦，真是惊艳四座。我乃是盘丝洞修炼的小狐狸。听闻圣僧要去往西天道途取经，前往此地等候于你。去什么取经啊？去什么经啊？看到姑娘被发现当你了哟。还去什么去啊？今天又换装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装束真盘丝洞的小狐狸。太漂亮了，家人们。看看人家这个感觉美得很。我们今天要不要玩一玩呢？感谢品哥来，可以呀、啊、谢谢。可以呀、啊、姑娘，都可以。我这人要不咱们就说了的话咱们跳舞。行，跳支舞可中。你想看我跳什么舞？宋生是河南的吗？对啊，我是河南的。河南宋生，好。跳个现代舞、霹雳舞、哦、爵士舞，这么多舞。还有冯庆舞，还有。冯庆舞。柔情似水的舞。冯庆舞是什么舞？妖娆妩媚的。哦。那圣僧你怕不怕一会儿吃了你呢？让你吃了我是我的福气。哦，我的天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嘞。好，就这么长时间吧。就还是重连。三分钟重连是吧？好，重连。好。嗯。家人们，我们等会儿说的话。不是，咱们等一会儿就我去连那个唐僧，连玉帝哥哥。来吧，姑娘。来了。闭麦了啊。好。好，咱们今天是第二次玩，感谢徐小姐，谢谢，感谢徐公子，谢谢。
谢谢许公子，姐妹们不客气了，咱们把它煮了吃了。姐妹们，感谢画梁，感谢凯哥，欢迎林哥。咱们家的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不要客气了。感谢感谢少女，感谢少女，谢谢佛系少女，谢谢。感谢星空，感谢红豆，感谢石之。对，对，对面很有才艺，确实很有才艺。感谢猪猪，谢谢谢谢洒脱，感谢胖胖豆芽。感谢感谢豆豆，谢谢史剧哥哥，感谢星空，欢迎玉月，欢迎玉月，感谢红豆，感谢西方科技，感谢西方科技，谢谢芝麻，感谢芝麻，感谢李大爷，谢谢李大爷支持，谢谢家人们，咱们就是一起等一下把它煮了吃掉了。欢迎短木刺，欢迎，哎，这是对面。哇，我觉得对面好近，就是特别的，就是，这是，哎，怎么换衣服了？哦，专业，感谢洋洋，谢谢洋洋，感谢浮生，换了套衣服，欢迎知音，欢迎知音，欢迎，哎，换了套衣服的，这。写了个字，换了一套衣服。家人们，换上两套。家人们，这是怕他。家人们，对面是怕我吃了他，他换衣服了。家人们，对面是怕我吃了他，换衣服去了。感谢菲菲，谢谢菲菲。感谢小诗，谢谢浮生，谢谢浮生若梦。好家伙！感谢谢谢，欢迎1024，欢迎1024走进直播间。感谢杨洋，感谢感谢香雪晴，感谢香雪晴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说不好是猴子变的家人，是猴子变的。欢迎许，欢迎许，欢迎许公子。哦哦，这家人们就手一手了，又是手一手的家人。欢迎宠我呀，欢迎侯韵。感觉这不对呀，这不听说猴子有72变。感谢董我呀，感谢董我呀，谢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刚刚这是变的是唐伯虎吧，这是唐伯虎吧。欢迎彩云之南，这是西门庆吗？感觉有点像唐伯虎。感谢林哥3连，谢谢。欢迎大长裙赞哥哥，感谢感谢林哥，谢谢林哥的支持，谢谢。欢迎红运，欢迎红运，欢迎你师，感谢感谢红运，感谢红运，谢谢感谢林哥，谢谢林哥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哦，家人们，感谢感谢感谢叶，感谢叶墨，谢谢叶墨，感谢叶墨的支持。我们马上到可以吃唐僧肉了，家人们，听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可以长生不老，姐妹们，欢迎1234，感谢叶墨送来的礼物支持，谢谢叶墨，感谢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支持，欢迎释一安，欢迎释一安走进直播间，欢迎，感谢支持，谢谢 T 姐，哇哦，谢谢。妈呀，我这个礼物显示有点延迟，有点延迟，它有点。欢迎凯哥，欢迎凯哥，欢迎欢迎李大爷，欢迎李大爷。哦，我这有延迟。唐僧肉听说吃了可以美容养颜，家人们，可以美容养颜，都可以不用擦护肤品。夸张。咱们煮了吃先。感谢叶墨。还有最后的22秒钟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感谢阿英，谢谢阿英，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感谢叶墨，谢谢叶墨的支持，最后的9秒钟啊，最后3秒钟，有没有人帮忙一起守不挡？感谢你们，谢谢叶墨，感谢阿英英，谢谢支持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，家人们。感谢 T 姐姐，感谢林哥，谢谢叶墨，感谢菲菲，谢谢许公子，感谢小 A， 谢谢喵舞，谢谢东东，感谢杨洋，感谢陆森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，我们一起。
谢谢，把麦打开。又输了，对。玉帝哥哥，为什么要加个又字呢？玉帝哥哥，多谢重上线。泼猴不在，我要把你煮了吃掉。玉帝已不是当年的玉帝，玉帝现在是八面玲珑，七十二般变化，样样精通。原来如此。来，不知小姐姐想看玉帝哥哥一支什么样的舞蹈？仰。啊、没想到小姐姐也该洗澡了。这样吧，还可不可以换一个？就这样吧。就还可以想换个啥？就养吧，可以。养挺好，搓澡舞。搓澡舞，哦，原创的。好，小姐姐有品味。竟然让唐长老唱痒痒舞，这怎么就脱上了？吓人了！上仙们，请上演。红袍，红袍加身，妩媚四射，惊艳四座，吃点烟儿。来吧，小姐姐，众上仙们。啊，家人们，怎么过去哭一波小溜溜？还有烟呢。可是又有一抹斜阳，我想，有谁懂得欣赏它？又来了一片云中。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它，又满满一抹柔光，只等有人为之绽放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去给对面点点关注。家人们，好，但是跟我们的姑娘相比，差得甚远。没有，各有各的感觉。玉帝哥哥，咱们明日再会。就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了吗？明天，玉帝哥哥，咱们要不明日再会？不，我要走。你是不是逼我？这是干什么，家人们？你不要这样离开我。是不是在逼我？好，我再留一分钟。你真的要走？好吗？我再留一分钟，玉帝哥哥，难道你不要这样，不能我要吃活的。你别这样，我要吃活的。好吧，既然你如此无情，把你留下来又有何用？算了，也罢，就让他随风而去吧。就让佩仪姑娘哥哥乘那仙鹤
玉帝哥哥，天空，我决定，为了弥补你，我愿意为你跳一支女儿情，可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跳女儿情？为什么你又戳到了我的伤心之处？好，我最喜欢。好，那就来吧，迫不及待了。我就为你跳一支女儿情。好，家人们不得了了，家人们啊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佩仪姑娘为我们带来最精彩的表演。来，来吧，朋友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年度最佳舞者小佩仪为我们带来《女儿情》。众上线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小佩仪。难道你就是那折了双翼的天使，落入凡尘？漂亮，美艳，陛下，赶紧把你的音乐关掉。好，要不然我已无法自拔。好。谢谢玉帝哥哥了，连麦，谢谢玉帝哥哥。哎，应该感谢你。谢谢玉帝哥哥连麦。入戏太深。是啊，家人们，多好！这个对面，这是表演，家人们。有点害羞。欢迎八戒哥哥。这是一种表演，
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仙气飘飘那种感觉。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。太好了。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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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帝哥哥，加油！玉帝哥哥，我们下次再玩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行。那不耽误你太多时间，我就走了哈。没有。哎。哎，八戒哥哥来我直播间了吗？八戒，八戒哥哥来了。八戒。哦，八家人来了，八家人来了。八家人。那玉帝哥哥，那我就先走了哟。好嘞。好。再见。我们明天再见哦，一路长虹，拜拜。你见了八戒，你就是嫦娥。是吧？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